唉，算了，就这么累。以缓制急，不战取兵。备兵驯马，以待战机。雷杀。闪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为祖国过河拆桥，过河当然是直播了。哎呦，这还看不出来是直播不直播吗？汝等小儿可敢杀我？我，袭人于不义，溃敌于无形。不是录像，同志们。什么双手放键盘上以示清白？斗则两伤。哦。买卖不成，情义还在。火攻。哎，不练是不能死啊。那有个桃，应该死不了。应该死不了了，一会儿翻一下主公保一下不连氏，袁绍没牌就不翻了。哦，我早晨6点钟看完球睡觉刚起来，闪电，最近这生活状态太奇怪了。哎呦，这简雍干嘛？决斗，找死吗？这不是。我吃吧，我给他撑状态好了，你们看靠谱不？哎，我不九杀他了，雷杀他太不方便，这个弄这个牌了。严刑峻法，以破奸鬼之胆。避其锋芒，权且忍让。我昨天没有做直播，我昨天有事儿，我今天上午先补一补嘛。你们觉得我这够意思不？啊，当然这不是群内啊，这
这是什么别的工会的群，随便来打打，不是我的群，真的是直播呀。这早晨大头蒜他们都不在，我就随便去人家的群里头玩吧，不是路人，不是路人，别的工会的，一个工会吧，一区的一个工会，他们的群内，我就过来玩玩，玩玩顺便做直播，我就过来啊，于凡，太不给力了。世间万物皆有定数。志节分明，哎呦，隔而不去，我们的神将又能坚持一下状态，两个桃直接满血，这也是刚才我没趁我自己血线保他，因为步练师算是核心了。啊，这边主公这边还藏一个这种凶残的牌，我觉得不能让他明，不能让他随便乱放。刚才他放不出来是因为袁绍卡的，对吧？他还想袁绍动一下。哎呀，早晨意大利和英格兰我又猜对了，这你能信？你摸两张直接放的可能性非常的低，我觉得袁绍你直接过吧，我也不对你抱有太大的期望。过河拆桥，还拆了一下，这已经算，这叫什么，这已经算预估外的东西了。贼将早降，可免一死。我刚想拆杀帮助挑衅，还真挑衅掉了。杀。对，主要是今天八神没有思考人生，直接闪。哦，乌拉圭可猜不对啊！乌拉圭这场输了多少人啊？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没猜出来。也没想到苏神不上嘛，乌拉圭就猜成那样子，被哥斯达黎加虐了。不过想了想，哥斯达黎加是世界杯决赛阶段唯一几个赢过中国队的队伍，赢也正常。破敌军阵。父亲必会刮目相看。这算黑我们国家梦哈。哎呀。有事儿。时间冲突。顺手牵羊。哎呀，顺了闪电了，这个说明在刘峰的行中，我们的局还是非常优势的，所以他直接顺闪电。千万不要去弄我，弄我我这完了。给九。好吧，实在不行只能给九。此乃孟达之计，非我所愿。他没有去拼点。没有去拼点，你招这那吧，我想不出来他是忠臣没有不拼点的理由，对吧，同志们？因为他不想用自己的闪什么防御牌、闪杀这种基本牌去拼点，去搏一个。可能换回来并不是很好啊，或者搏一个成功率，因为拼点成功了他也没能造成什么伤害，就是没法造成什么收益，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内，要不他不会不拼点的。我觉得是中怎么会都会拼点，但是室内的话他愿意留自己保命的牌，我觉得就非常的有逻辑了，你们觉得靠谱吗？北兵驯马。哎呀，于帆那边什么牌啊，怎么 没闪呢？赶紧直言回回血。世间万物皆有定数。你们无聊的可以刷刷桃子什么的，对吧？志节分明，折而不去。于帆这次是有明闪了。君子大早晨，你看我刚看完球赛就过来帮大家做直播解说了，这简直是我都感动了，你们还不感动一下？对，哦，一张铠甲，有梅花吗？
善守千阳，把藤甲都要，丧心病狂啊！不过这肯定要弄空啊，因为不想让袁绍放，这个放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。我只是说随便说说，这样裸摸他能放起来的概率并不是很高，三张牌吧就有可能了。袁绍过吧，不要指望了。桃园结义，哎呦，我现在忽然感觉我那个桃吃的好亏啊。无懈可击，哼，干嘛无限内呢？给我无懈袁绍也不会无懈锦游了，但是无懈锦游就无懈锦游吧，反正我们这个时候压的还可以这个场。何敢杀我？杀。破敌军阵，父亲必会刮目相看。什么在偷看我呀？过河拆桥，直接裸光杀。南蛮入侵，哎呦，强苗简雍，那边钟会也是救一下。御敌之策，成竹在修。我觉得刘峰不如赶紧把嘉一弄掉，其实有我在，我们压牌压的这么狠的话，钟会觉醒也不怕的，对吧？我只要打完以后那叫什么，帮助翻面就可以了。只有简雍一个对于帆威胁，所以我没帮他武器了。钟会肯定是翻面了，这个大家就不要担心了。刘峰吃个桃子，那说明怕死。我这个解释太好了，说明是怕死。君子安坐，听我一言。于帆那边是个九，不成，哎呀，九杀了吧？还在。但是内的话也有可能留九，这谁知道呢？此乃孟达之计。哦，真是呢，你看都不愿意九杀。这是明闪，想多了。哦，没，都不愿意那什么，无中生有，用逆连杀翻一下吗？南蛮入侵，背兵驯马，以待战机，无懈可击。让我的队友不要那么墨迹了，直接打到觉醒翻面，完了直接推主，就不要墨迹了。我袁家怎么会输？九，你招还是不招？哎，招还是不招？啊，于帆这一轮干嘛了？我都不知道于帆这一轮做了些什么事。刘峰只要把钟会牌每轮裸光就可以了，我只要维持住我翻面，钟会这一轮是直言劝谏，绝对动不了的。
河峦拥拥，万福幽同。这不给刘封的呀，我都想不通的。闪，他们有桃吗？我有桃，我敢放南蛮。他们有桃吗？都不想的保刘封。无中生有。真牛逼！贼将早降，你们看不出来刘封很重要吗？南蛮入侵，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。两国交战不斩，御敌之策，成竹在胸，避其锋芒，全且忍让。杀！我有何罪？这个时候不保刘封是找死啊！哎呦！我以我的思路，我觉得他们根本想不到，我觉得是不敢尝试他们有没有逃。你看还真没逃啊、哦、真扯淡，打的什么也不知道。那直言不练师是有什么思路，希望不练师干嘛也不知道。安旭于帆是有什么思路，他我都觉得他可以收他了。你招还是不招？刘封拆不了加一马这，或者拆不了最后一张手牌，我们都是有可能崩盘的。这时候不保，一意设下，以瞻吉凶，直言劝谏，不惧祸匹。君子越虚，我翻不了面，你们就哭吧。我只想这么说，翻不了面，你们就再见。汝等小儿，可敢杀？对啊，于帆是可以收的，刘封是必须保的。他们连这都分析不清楚，让刘封死了，这怎么打呀？这是随时可以崩盘的。我翻不了，你们就说。那你们咱们就认输呗，我反正翻不了就认输。杀！闪！我靠！这时候还有心思去打姜维？一意设下，以瞻吉凶。啊，太菜了，太菜了，太菜了！拉妹呀、啊，这嘲讽能拉过去啊？不惧祸匹。河峦拥拥，万福幽同。火死我了，真的太火了。贼将早降，何免一死？火杀！没有不开心，打得太菜了，他们根本在瞎玩，你知道吧？这是这种行为就是在瞎玩。哎呀，哈哈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只想说，火杀。给他们开阔思路，告诉他们怎么打，反正也不一定他们什么牌。你说他杀一刀也许就死了，哎呀我真不知道于帆打的什么东西。千载一时，鼎足而立。
备兵驯马，以待战机。哎，不是 BB， 这是应该让他提高的。那个时候保刘封是多么关键，他们想不通，就是直言加安旭都是在保一个没有必要可以收掉的队友。这一轮想到上轮一手牌中会不打，不要这一轮四手牌开始打了，我都上轮打也许中会就直接死了，姜维那边没逃，当然这轮打主攻是对的。你说打主攻多么简单一件事，他非要去等一轮，等人家有手牌的再去杀，可能杀不死的时候再去杀。还不如换回刚才的人。这你妈织机来了，还不如刚才的呢，我靠。哎，这你妈还不如刚才的呢。来玩庞统，别的都太没意思了。万古苍生，幻化心。顺手牵羊。其实我想跟人家道个歉。姑姑呀，你跟蒋伟说下，刚才我就随便说说，他可别生气。雷杀。还是道个歉吧，多不好了，多不友谊呢。我只是单纯的技术上的交流。五彩风灯。我只是单纯技术上的交流，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关系撇干了。逼逼别人总之是不好的，虽然我们很急，因为我怕崩盘呀。你说稳赢局打崩了还做的直播多不好呀，对不对？你们看的不好看，我看的也不好看。我看他都没有上树嘛，我觉得生气了，赶紧道歉一下。因为是别人的群，我自己群他们都知道，不会因为游戏生气的。给我个梅花吧。哦，这是反呀，他们没控我。哦，不对，他也不一定定我身份，我贴主位的。我先分析身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身份都是些什么。杀。哦，这个是跳钟了呗。闪。阎王文丑。这不太定，颜良文丑基友这个不一定啊。打颜良文丑不能定义忠臣的，颜良文丑和荀彧是基友，这真不能定。杀杀！我刚才我说错了。吾乃河北上将文丑是也。南蛮入侵。哎呦，好狠！雷杀，雷杀，杀，杀，无懈可击。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！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己。死一个，保不住了。吾乃河北上将文丑是也。电话。喂。哦，我刚起来。
咋？你在哪儿了？加了。我在弄那个什么，直播呢。你要不去网上看一下？那个直播就那个那叫什么了？战旗直播。哎呦，没有，试一下，我就单纯试一下，不是晚上弄吗？大丈夫。什么？你那边信号有点不好。那什么，闪电，那个乌鸦他们家族嘛，就那个那叫什么？行，那行，那先这，拜拜。决斗。死一个是吗？正常。九。哎呦。吾乃河北。这是又要刷四张牌了。这是不是又要去一个了？直接奔盘了呗，这就。永不背弃。就忠臣只要动一个，我们就奔盘了呗，就这。我等决一死战。吾乃河北上将文丑序列。就呀，我靠。过河拆桥。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。吾乃河北上将文丑序列。统帅三军怎能不识变数？这种局作为反贼怎么打？把难题交给内奸去，我们就打主，解命就解命，反正已经输了，你们看靠谱不？无中生有，反正已经输了，我们就看能不能推四主。九，杀！哦，你看张和想法跟我一模一样。闪，很可惜主公有闪。别的你内奸自己去想吧，劫命就劫命去了。肉眼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杀！闪！冰凉寸断。万物苍生，幻化。有心。不过我这一轮因为张和那边没有杀成功，我就不杀了，要不太难了，就我这轮肯定不杀的，直接解翻。解翻完动点声呀。哦，拆一下。杀一刀。哦呦，连杀都没有啊，哥。简直丧心病狂。我留一个。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统统连起来。管求他们了，连起来吧，提高他们中闪电的几率，给张和留张桃，看他能不能拆了这个铁锁。哦，不对，什么叫拆了这个铁锁？拆了这个闪电？哎呦，紧张的已经连话都不会说了，拆了这个铁锁都说出来了。此乃驱虎吞狼之计。
我永不背弃。火杀，肯定只能祈祷电死了，不祈祷不就那什么了吗？幸运吃个桃，劈劈劈，劈了我们就赢了。哦，出无懈了，是吧？是有无懈毒条，阎王者劫命出来无懈了。哦，那劈不了了。对，无懈可。哦，看，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。这把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公会问下，杀。来。闪电抵宝呀，不能死呀，正好出无懈了，连最后的尝试都不能。他刚才双雄的是什么？哦，双雄的是个桃，也劈不了，说明也劈不了。哦，全红，哎呦，这就好玩了。颜良文丑发出一个非常不爽的表情，那说明他全红了。那就再见吧，过吧，不要想了。必须的，这句话说的对，这个闪电必须要保。肯定的，我、哦、还有一黑呢。必须过闪电，就算他不敢判，其实他再怂点就直接移闪电也算。找那个这个明桃，红桃六，我记得是。算三军怎能不识变数啊，给我一个冠石。肉眼凡胎岂能亏，哎呀，没成功。天人变幻，杀。两兵器吧。哎呀，拿着桃吃桃子嘛，一个冠石也没什么用，这不是无聊吗？还不如吃桃子了。我又不需要冠石，我打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给我个冠石。舍身为国，虽死无憾。你说有个桃子不吃，我还以为他。哎呦，你看，就杀了他过了一个顺吧，真扯淡！哎呀，太想不通了。幻化有心，实在想一加一，对不对？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眼泪都是。不过说明颜良文丑是没有桃的，我们杀下组尝试一下，韩当自己去自己的吧。韩当刚才吃桃救了一下张和，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桃了，因为都他吃完桃以后又到我了，所以哦，帮我们收主了吗？我外头有无懈哈，无懈可击啊，左慈可能有，但是我管不了了，难道我去帮他控场去杀左慈颜良文丑吗？颜良文丑是没桃的，韩当也不一定有桃，只有说左慈可能有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管不了左慈有没有了，两张牌如果能拆一下，拆不了拉倒，对吧？也就这回事了。哦，他帮我拆一张，只有一张牌，可能就这一张牌可能是逃，别人都没有逃。杀！你可怜其百，杀！哎呀，我刚好惊险刺激啊！去他妈的！爱是逃是逃，不是逃拉倒。哎呀，太好玩了，这个游戏简直太好玩了。我过了四张牌，找张杀很正常吧，
什么叫人品期望值也达到了？那不叫帮反，骑手反死两个，那还打中，那这反贼玩什么？你告诉我，骑手反贼死了干死了灵统和离魂禅一张牌都没出的两张人，你说内奸不跳反他应该跳中是吗？那算不算叫死中内啊？哎呀，就标准的内奸吧。我们两个反贼是没动就直接死了。我家张合也没打好呀，要不闪电也许就明白了，不过无所谓了，最后我能过出杀来也就主要是我不需要灌石斧，同志们，对吧？给了就等于说是他跳过桥边二是一个跳废跳，就做了一件和没做的一样的事儿，你觉得这叫打牌吗？肯定不叫。你做任何一件事需要理由的。但是你做了一件没有任何理由的事儿，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事儿，对吧？我又不是说是打不着主攻，我又不是说需要去打左慈帮他刷化身，你给我个灌石干嘛？或者说又不是主攻有一张牌可能是闪，需要我强中，没想到什么都没有，他为什么要给我一灌石呢？对不对？你们觉得靠谱吗？你们觉得这说的是这个理儿吗？顺手牵羊。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。雷杀，主要是张合把那个红桃六的桃演示出来了，就是如果没那个红桃六的桃还麻烦。哎，还麻烦呀，所以说靠谱。压了一下贴主位的福安，这算是标准的明反脸。这边肯定是挑了一个明反啊，忠臣这次降面很好呀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主要考虑鲁肃，就是你看步练师、貂蝉、鲁肃三个人都有可能当忠臣，因为找了两个反贼。就只有这四个人头只有两个反，那说明这三个神将头肯定有忠臣，都对主公有不错的支持。这边直接忙鲁肃，我反正是明内敛，我就不管他们了，他们肯定不会优先的去打我，我就去打新州泰，让他感受一下。河峦拥拥，这边跳了一个爱战之身，奋勇驱前，忠臣。南蛮入侵，杀！哦，这两天暴冷的太多了，赢不了。杀！嗯。这仇我记下了，火烧。新州太怎么了？无懈可击，杀，闪。主攻有点危险。新州太不是跳了反贼了吗？我只是没帮大家标，大家自己标一下。哎呀，主攻位置不太好呀，在反贼堆里头，这个就很伤。哦，我来继续刷一下化身吧，我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。先让你得意。哦，有个桃园也算，一会儿打不死人再放桃园给主攻纯真血线。主要是打死福丸看能不能。这边有个完美耗时的鲁肃。闪。闪。决斗。
哦，好伤啊。羡慕吧。君子贵人见己。鲁肃这边一定要看能不能打死辛周泰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说错了，打死福丸，还辛周泰呢，我靠，想多了。雷杀，让我觉醒了，好吧。这仇我记下了。过差也没什么装备，我拿这么多过差也没用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联盟既起，戮力同心，欲取天下，当在此时。妨碍我的人都得死。杀。哎呀，张辽的桃子呀。啊，四张牌。桃园结义。先让你得意几天。铁锁连环。不好打。这把是要不是主攻奔盘局。不是，要不是主攻被秒局，要不就是反贼奔盘局。两个忠臣我都控不住。我这一轮保一下主，下轮直接打中了，我不管了，我打不死反了。这一轮就是看能不能收掉福丸，收不掉福丸我就把难题交给主中方吧，我不能为了他们我自己不赢呀。我这一杀肯定是为了看能不能收掉福丸，完了去干忠臣。如果这一刀杀不死呢，我开完桃园以后反贼我是不会再管了，我直接去打忠臣了，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。要不这一局打下去是赢不了的，就是大家去往下去模拟过程嘛。要不主公被推死，要不就是那个反贼打死主公。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要不就是反贼打死主公，要不就是主公扛过去，通过神将强度把反贼打崩，就这两种可能性。但是都不是我们需要的局，所以我刚才收不掉福丸以后，通过桃园和刘桃保了主公的同时，我就去搞忠臣了。完了你们自己再看的往下走吧。哎呦，拿来吧。刚才主要换了一个桃，不换桃游戏还不换桃，貂蝉没牌，太史慈那边。哦对了，看一下张辽这一轮吃不吃，也许太史慈手里头本来就有桃。我五谷。哎呀，直播呀，同志们，为什么我白天直播就没有人信呢？你们为什么没有人信呢？哦哟，太嚣张了是吧？所以你们得刷桃子。对吧，刷桃子毛不准，主要是周末嘛，今天又不上班，做做直播也算是大家无聊看看，反正我在家待的也没事做，跟大家聊聊天是多么愉悦的一个上午。所以你们得刷桃子，以后就常来，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桃子有什么用。
哦哟，老 K 点杀。闪。不玩了。木子轩不玩了。你谁啊？都认识木子轩，一看就是老群友呀。你谁啊？能告诉我吗？我一会儿打不练士，不练士死了还能追忆啊。火攻365吧，为什么叫369？这个不是群里头啊，你别误解，这是我进别人公会玩的，不是咱们自己群的。过河拆桥。No， 貂蝉他不信任我的控场思路，竟然拆我的距离，想太多了。羡慕吧。帝蒙这应该是福丸的牌了呗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扶车相依，唇亡齿寒。赶紧跟人家道个歉，刚才把人家逼走了。过河拆桥。雷杀。赶紧给我飞血。决斗。这仇我记下了。杀。你的死期到了。哦，敢摸牌没闪。这是他自己的牌，他敢摸牌肯定是没闪。乐不思蜀。哎呀，太伤了。没想到吧。不过我们留了两个桃但无所谓。我们留了两个桃但是无所谓。我简直是中华好内奸，帮他们都准备好桃子。太史慈杀吧，丢闪了，应该是有闪，最后一张牌应该闪啊。既敢挡在我的身前，就接受我手中之枪的挑战吧。先杀后拼点，这是当差用了，这是一个当差用的行为。哦，不连是他知道自己要被劈了，手牌其他的牌比较关键嘛。九。追忆主公吧。将之容易，不可。血心所系，如月之恒。铁锁连环，雷杀。
整齐好礼，乐善好施。过河拆桥。哎呦，百战之神，他这是要把明闪拆掉。杀。我觉得不太合适，真不太合适。为什么要拆福丸这张牌啊？想不通。火杀。真怕他没闪。对啊，这个拆绝对不应该这么拆的。那鲁肃太嚣张了，只能说你太嚣张了，逼哥留桃是吧？好，我们决定把桃拆了。铁锁连环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两张牌都给了主吧。此地容不下你。我这已经是够中华好内奸了呗。太难了，这局游戏不救了，鲁肃去死吧，留的就是帮助反贼苗主的。我牌意加上追忆的牌，我觉得主公那边有可能去打死人，只能说有可能，前提是福丸那边别秒。我看福丸牌有质量多好，一拆一顺啊、哦！你看这些牌都是鲁肃给出来的呀，这能说什么呢？鲁肃自己乱给。南蛮入侵，杀。无懈可击。哎，保啥命啊，主都要死了，留个大点。杀。同归于尽吧。让他必须让他明白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还拆的不对，明显不对，好吧。两肋插刀，愿赴此去。好，顺了，应该顺的藤甲是刚才顺过去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天行有常，天意昭昭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。妨碍我的人都得死。铁锁连环。
给我打不死主公就死了，你是要银还是要什么？我觉得九底流。我觉得打不死九流啊，铁锁也不破，再找机会吧。先让你得意几天。不由就我死了。铁锁连环，周泰都丢啥了？肯定的啊，我们是内，我们死了不是也输了吗？在主公不死的前提下，自己也不能死。我九杀一下不能打死人的，对方但凡有一张桃，是直接是死不了人的。所以说这个必须弄。这边通过那什么拆了，我给一下很正常吧？你说我不给张辽就死了，我又打不死人，你还给了一个桃，张辽没死，对吧？还一给主公吧。所以他不管我和主公谁死我都不能玩，所以必须是这么打的。兵粮寸断。劈，哎呦，别劈我呀，我怎么有点小怂啊。这一把对方看一下情况，太尔茨直接拼点吗？哦，没拼，别拼别拼，哎呀我日啊，靠，什么游戏啊，这是一个太难这个游戏。九。伯乐，让你失望。张辽的闪电劈死一个中，劈死一个内，这叫不作死就不会死，我靠。无中生有。这局我觉得已经控得非常的好了，同志们，我觉得控得已经非常的好了，就这种局棋手已经感觉不能打的局控得已经非常好了，是有机会赢的。我这轮排一自己九杀成功看看情况，或者说是闪电能劈死一个反，当然这都是臆想了，真他妈的气死了。主要还是鲁肃，就是打来打去还是主要是鲁肃，真的说实话，我玩来玩去还是鲁肃的问题。哎呦我靠，玩来玩去还是鲁肃的问题，简直丧心病狂的吐槽，我靠。